そうか、新入生紹介しましょう。こちら長男です。ね、これからみんな仲良くしてあげましょうね。どうぞ座ってください。ちょっと言って座ってください。それぐらいでだ。はい。さて、勉強始まります。はい。今日はここからですね。100引く35イコール。はい。誰かできる人手を挙げてください。誰もできないの。ああ、そうかそうか、まだ教えてないんだ。中断できる。あ、ちょっと来てください。来てこっち。ちょっと強くして。これから切るな。はい、どうぞどうぞ。我从门看到一个仙女在树仔下睏，滚滚看，才知影原来是阮某。你是要白讲啥？今日你哪会上班？我知影你人咧艰苦，专工送物件来给你。你看，只有一块猪肉，一包米，还有米线。你哪无摕上去？摕回家啦。我拄好去处理啊，处理无人，我就想讲你一定是带秋兰来上课。对啦。秋兰读册敢对人会对？你就唔知影，秋兰外高诶，拄只老师吼，你问算啥，大人拢未晓呢。秋兰伊牙手啊，有个动作，伊是吼日语听无够白牙手，想会到，伊真正会晓呢。哦，遐尼高，你伫个厝里捌甲教？无啊，哪有？我嘛感觉真奇怪。拄只下课时阵，我有问伊，你哪会晓？伊讲吼，较早我学伊个册，伊家己吼搁摕出来学诶啦。哦，那你就放心吗？免惊伊对人袂对，对啦，伊也够转去啊。我想要加陪秋兰几工，咱秋兰较实，我才甲伊做转去，好无？好是好啦，但是倒常咧讲话啊呢。既然秋兰读册对人会对，我看你也是紧甲我转来去啊。那无，你跟我加斗一暗嘛，明仔我才甲伊做转去。好啦，我明下晡你赶快食等，我来甲你载。没啦，真乖，你放心啦。哈、哦，这就是四不拉，啊，四不拉加这个四君子就是八丁，哦，啊，八丁哦加两米就是十全，哦，啊，今我拢甲你教清楚啊，吼，啊，你会记袂？会吼，安尼我甲你考一下哦，啊，四不拉是多四不拉？吃啦。吃？嘿啦。哼，呀，冬瓜是多吃。这项啦。这项。这项冬瓜。多一项。这项啦。搁这项。哦，你安尼先教都教袂，这十二号啊，然后我甲你教规早起，也安尼教袂下。你啥真无路用，你知影无？我要气死。是安怎啦？敢若十二号啊，我甲教规早起，教袂，一米都教还唔对，我你会气也袂啦。慢慢仔教，莫安尼发心地啦。头先过拄来的时阵哦，我敢若甲讲一遍尔吼，伊都拢记甲清清楚楚。啊，白白共斗骂老母生的，啊，哪差遮济啦？那是差也无路用，唉。
真快。唔着较认真学咧。我甲你讲吼，迄、那个保正迄个阿伯啊，你捌伊无？捌。啊，因兜伫倒，你知无？知啊。我甲你讲吼，来，这包红枣吼，你摕去给伊，吼。啊，紧去紧转来呢，唔好白走啊，吼。哼，这落囡仔闹好。先嫁都嫁袂，要嫁到当时啦。皆さん、よくできましたよ。皆さん辛抱しましたね。さて、成績の発表。秋蘭、ちょっと来て。今日の試験は秋蘭満点になりました。皆さん、握手してあげましょう。对人会对，阿姊足欢喜的，而且搁阿头陪伴你，安尼阿姊就放心啊。姊，你是安怎？明仔中昼，恁姊夫就要走走，你袂使搁加挂几工啊哦。我即摆做人辛苦，住伫外地遐尼久，哪会讲话啊？对啦。恁姊夫吼，摕一包米，搁一块猪肉，因翁吼，恁食较好诶，就算是姊夫甲恁阿姊庆祝你去读册，行。家己咧赞美，啊？家己咪小作一下，我心情较平静咧。毋知是食老还是安怎样，啊，较袂着落去气性地啊。哦，保长来啊！陈国先咧，啊，陈国先咧，保长，哎，是啥物代志啫？哎，啊，顶一日咧讲红枣，今仔日就有啊，我专工吼要来摕啊。红枣？哎。那红枣，我早起就叫囡仔摕去恁厝给你，啊，你敢无拄着？哎，啊，咱哪有啊？啊，我规早起拢伫厝内，啊，无人来啊。大你甲看，你甲看，啊，这个囡仔都未交点伊啦，啊，实在是无法度教。莫生气啦，莫生气。啊，是安怎？无啦无啦，我连面骨包给你吼。这就是咩啊弄啊？小芳啊！小芳啊！小芳啊，是安怎哟？啊！小芳，甲宝姐红枣，就去食啦。哈！啊，小芳啊，啊人伫底？哎，吼，这小芳啊吼，
啊，愈来愈唔是款啦。陈王兄，咱话着爱讲大声哦。啊，啊钱我已经给你啊。啊，拄只红枣吼，我若无摕到手吼，袂使算我的哦。免烦恼，你的红枣伫遮。哦，哈哈哈哈哈。嗯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啊，我等下。哎，宝姐。啊，我顶下寄付钱吼，啊，讲要做这个铁篮啊，啊，呾铁篮啊，敢做好啊？哦，对，好，啊，我即马虽然拍伫遐，后日做遮久啊，我甲来甲吹者，吹者。哼，再一个变身。新华啦，啊，迄个小包号甲你安怎无？无啦。好佳哉，人若无安那就好，啊，你安尼走甲喘甲。民警先说哩，哈，乖。哦。进来，进来。快进来。哼，鬼水遭人作弊，你骗啥人？哎，唔同我那个车。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来，进来。是我，你是安那？你别问我，图书馆那无等啊，伊家己小弟，让伊家己去拍算。多少？天下的母亲地，伊个这猪肉吼，这咸猪肉实是足好食的，恁着加食一罐呢。啊，这地吼，我甲生起来，留咧予恁阿爸顿来尝尝食。这新华来吼，上爱食这咸猪肉。啊！伊伫遐吼，唔知有这咸猪肉通食无？有啦，哪会无？啊，若有我着放心啊啦。你倒转来吼，甲新华来讲吼，讲伊叫伊吼，倒遐着爱乖乖当么学西啊。啊，我若有时间，我一定去来看。啊，叫伊讲，唔免烦恼厝的代志。你真是要烦恼厝里的代志无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你这个做大姐的，着爱照顾恁小弟啦。啊，若其他的话，着免讲啊。啊，即块厝里有通食，就好呀，人食好，大顿拢无肉通食。呀，我嘛要赚大钱，好爸母，大顿拢无肉通食。有生活滴，阿爸阿母要你去赚一千银啦。阿姐希望你去读册，就是讲将来咱嫁一个好翁，后摆唔再有人通我靠。阿姐，咱做查某的，读册就是爱嫁好翁哦。嗯，我才无安尼呢。我穿了头好光吼，我就要靠我家己，不爱靠别人。我就是感觉靠家己上实在。秀兰，秀兰，阿桃，你来哦，我来去好好读书。好，我来饲牛，让你吃好。哎、欸，啊，你敢是那阿翠的查某囝？叫做阿桃啊？对啊，阿姆。真乖。啊，你敢秀兰读同班的哦？嘿啊，我是班长呢。本来我是全班第一名哦，啊，不过秋兰昨去读册，互伊拼过，我才变成第二名。嗯，我实在有够气。啊，气你要过来招伊。啊，不过我也是真介意介意去读册啦。哦。师傅。茉莉，啊，你那遐搞啥？都要来菜市啊啦。对啦，啊，新娘伫遐唔着乖乖伫咧学无？啊，若是无乖哦，你做咧甲收你不要紧啦。袂啦。生活真乖啦！啊，若安尼，我着安心啊啦！啊，我今仔爱去挂钓啊，我明早来去。要无，新华啦，再拜托你啦吼！我来去。茉莉，你毋是讲中昼才来接我？是道长叫我较早来的。发生什么代志？我等下再甲你讲。你先随我转去。你等我一下啦，我有话要找人讲。好，紧讲。
阿姊有代志先转去，你去好好爱认真读册，知无？嗯。阿姊。你哪在哭啊？唔知安怎，我感觉还阁足久，才会使阁看到你。阿姊也毋是过偌远啦，等阿姊有闲，我一定倒来看你。行。阿姊，阿姊，太阳妈妈，我是看，欢迎进来。伊家己的小弟，互伊家己去干。无哩，今次要搁歹嘞。哎呦，你咪搁歹啦！救命啊！救人啊！我死人啊啦！救人啊！是早班鬼，了鬼了鬼啦！我不爱鬼啦，我是爱鬼。你若不鬼吼，我真该拍死。好啊啦，用讲唔爱用拍的啦。你哪里来？你敢会记？你在讲啥？你好歹好走，你。阿叔。哎呦，那安尼啦，去天下的母亲地，伊咧。杜三，卡三，实在真歹势，心怀疑。淡淡，卖讲话。杜三，杜是可是要紧无？都是个，你家己有心两句话，你家己拢唔知啊是？啊，都是有心啊啦，都是有心啊啦！哎呦，杜姐，这是咱张家的大代志呢，足强硬的代志呢，咱两个怎么有顺当无啊？对啦，真好诶！都是个，这阿爸无，这阿爸无。也不乖，我都是要的，无用的。即摆吼，若转去厝的，阿母定会起痟。你做班长好不好？没问题啦，我只来好好谈两个娘娘，我未晓做班长啦。一千里路无算远，一千里的日子无算长，一句离开才是一粒心头酸酸。Oh,
这番薯粿实在是足好食的，恁就加吃一罐呢。啊，这块吼，我甲生起来，留咧，互恁阿爸等下同我食。这生下来吼，上爱食这咸猪肉。啊，伊伫遐吼，唔知有这咸猪肉通食无？有啦，哪会无？啊，若有我就放心啊啦。你倒转来吼，甲生下来讲吼，讲伊叫伊吼，到遐都爱乖乖当么学西啊。啊，我若有时间，我一定去来看。啊，叫伊讲。唔免烦恼厝的代志啦。你当时要烦恼厝里的代志无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你这个做大姐，就爱照顾恁小弟啦。啊，若其他话，就免讲啊。姐，你食？你加食一寡，啊，即在厝里就贪食啊。就好呀，人真好，大家拢冇白贪食。呀，我嘛要赚大钱，和阿爸阿母，大家拢冇白贪食。有生活的阿爸阿母，要你去赚一千啦。阿姐希望你去读册，就是讲你将来咱嫁一个好翁，后摆唔才有人通我靠。阿姐，恁做查某的，读册就是爱嫁好翁哦。嗯，我才无安尼呢，我找人讨好伴吼，我就要靠我家己，不爱靠别人。我就是感觉靠家己上实在。好，我来饲你，念你就好。哎，啊，你敢是迄阿水的查囝，叫做阿土啊？对啊，阿母。真乖。啊，你敢秋兰读工班的哦？嘿啊，我是班长呢。本来我是全班第一名哦，啊，不过秋兰昨去读册，互伊拼过，我才变成第二名。嗯。我实在有够气。啊，气你要过来招伊。我也是才教伊，教伊去读册啦。哦。师傅，茉莉，啊，恁阿遐搞啥，都要来菜阿面啊啦？对啦，啊，心内底遐唔知有乖乖伫咧学无？啊，若是无乖哦，你做咧甲收你袂要紧啦。袂啦，生活真乖啦。啊，那安尼，我着安心啊啦。啊，我今仔爱去挂掉啊，我两早来去。要无，生活啦，再拜托你啦吼。我来去。茉莉，你不是讲中昼才来接我？是道长叫我较早来的。发生什么代志？我等下再跟你讲。你先随我回去。你等我一下啦，我有话要找人讲。好，紧讲。是。阿姊有代志先回去，你去好好爱伊去读册，知无？嗯。阿姊。我感觉还足久，才会使阁看到你。阿姐，毋是过偌远啦，等阿姐有闲，我一定倒来看你。行。嗯。阿姐。小弟，让伊家己去干。茉莉，今次要搁卖了。哎呦，你别搞我看了。
天下的母亲白衣嘞。杜三，看啥？现在真歹势，心怀疑。等等，卖讲话。杜三，杜是个是要紧无？你家己有心两句话，你家己拢唔知啊是？啊，都是有心啊啦，都是有心啊啦！哎呦，杜姐，这是咱张家的大代志呢，足恭喜的代志呢，咱两个就要有孙大伯啊！对啦，真好诶！都是讲，这阿查某，这阿查某。要不我，我都就要的，不行的，现在吼，若回去厝的，阿母一定会起笑。先做你做班长好不好？免一啦，我才来学校读两工尔尔，我袂晓做班长啦。一千里路无算远，一千年的日子无算长。一句离开才是缘，一粒心头酸酸。真歹势，心怀疑。等等，卖讲话。杜三，杜是个是要紧无？杜是个，你家己有心两句话，你家己拢唔知啊是？啊，杜是个有心啊啦，杜是个有心啊啦！哎呦，
杜姐，这是咱丈家的大代志呢，足恭喜的代志呢，咱两个就要有孙淡薄啊，对啦，对啦，足好诶。都是讲，吃啥无？吃啥无？也不乖。我都需要的，不行的，现在吼，若回去厝的，阿母一定会起笑。秋兰，我油饭分你一半。唔啦，我唔爱食油饭。你若唔爱食吼，我就唔爱甲你学啦，囡仔。那是嘛啦，我逐摆食油饭吼，我会闹屎。安尼哦，咱紧食啦。我甲先生讲，叫先生让你做班长，好无？免志啦，我只来学校读两届尔尔，我袂晓做班长啦。